大黑天神是密教大财神，由来出自佛说马哈格莱雅大黑天神大福德自在圆满菩萨达拉尼经，是大摩尼诸王如来的化身神。依据经典记载，公司商社土地的财神与守护神其土地公是七母女天眷属掌管，而他们皆由大黑天神所统领，持此咒者供养大黑天神形象，安置寺院或家内，大黑天神将遣七母女天眷属84000人福德神游行十方，令其寺或家里每日可供养1000人。供奉大黑天神可以保佑公司生意兴隆，学业成就，诸愿成就，身体健康。听闻大黑天神咒名者，大黑天神将降大摩尼宝珠，涌出无量珍宝赐福。大黑天神咒：南无萨满达布达南，乌安玛哈嘎莱亚娑。若以种种珍果、美酒等供养大黑天神，将赐福享有甘露。社团法人台湾法尔禅修中心学会公诉的大黑天神已安置内胎在佛像内，欢迎期待各位有缘人发心供养，有意者使结缘，请洽台湾台北市建国北路社团法人台湾法尔禅修中心学会，国内电话请拨02-2506-7914，海外电话请拨88625067914。好，现在这两种菩萨那是什么内容？有常通静观万物生生不绝，因为他的神通呢，能观到一切万物都是由他的缘起所生出来的，是吧？然后有生就有灭啊，所以生生不绝。前生是前生，后生是后生，是吧？前面生的生了又要死，死了又再有一世，又有后生是后生。若见一劫或者百千劫，因为他的神通可以观到80000大劫呢，每个事事物物的缘起他都能看到，所以劫起则起，劫灭则灭。就跟我们世界一样，我刚提过，我们的世界20劫以后就会消灭，消灭以后进入空劫，空劫以后就要进入啊这个生，那生要住生劫，然后再来住劫，住劫就是我们可适合居住人类的时间了，然后再来灭，就坏劫了。坏掉了，坏掉以后又回到空了，所以劫起我们众生就来了，就折起，那劫灭众生会归到各个相当的地方去，众生不会消失掉了啊，有的升天，有的到别的啊他的世界去了，他们这些啊有常通的菩萨都看得到，所以都认为啊就是这么样回事情，永远都是生灭，他不会管他空，不要执着，所以这种啊有常通的菩萨没有办法成就啊这个如来身了。观见此事亦不毁败，不败就是心了，事就是心了，
他只观自己的心。啊，有时候神通都是从心里面起灭，起灭就知道了。啊，有时候是看到外在的实境，有时候用心事，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到四蕴的时候都用心意念感知。那关键就是心呢，从来就没有啊、腐败、败坏。那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心态呢？因为是无明根深不可得故啊。因为一切众生也好，或者这个有常通的菩萨也好，他的无明根深蒂固啊，不能够把它败坏，把它消失掉，所以他就执着。我看都是真的，哦，看的现象，我的内心感觉就是这样子。这时还是被根本无明啊，把它盖住了。这是第一种有常通的菩萨，像这种人，你没有办法修到法身如来了。就是有，那就是他以后因缘成熟，慢慢改变观念，修无为法，啊，修空有不二的中道观，是吧？你才能够成为如来。所以我们下半部都在讲中道观，你要把它说全部有，那就有常通的菩萨；你要把它说全部没有，那就断灭空的菩萨，那个也不行。你要让你的自性像虚空性，然后缘起你就起，那我观就是一个因缘法，不去说好，不去说坏，啊，然后缘尽了，虚空性又灭掉一个法，这么自在的去面对。所以你从小小的生活范围做起，然后你如果有幸啊，可以扩展到一个世界，啊，百个世界、千个世界、万个世界，你都能够这样去观它，那你这个自性清净就越来越啊完美啊，你的无明越来越少，不像这个世间禅定或阿罗汉。他们只能观照到三千大千世界，三乘十的九次方，那么多的银河系，你慢慢就可以突破这个啊限制，而能够扩大到一千、三千大千、两千，甚至于千个三千大千世界，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如来它是尽虚空遍法界。最后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把道理搞懂了，我们虽然是很遥远，但是你总要知道如来为什么成为这样的功夫。那我们怎么学习？先要把道理搞懂啊！所以你要先学习啊，无常通，你心才会放得开。不要就说啊，你这样就是这样，啊，果报因缘就这样，啊，果报因缘就那样，那，啊，你就是等于是说逃不出因果的这个窠臼，那自解脱的当然都没办法，那这样也不行。光懂得命运，但不能超越命运，这不是学佛法啊。那无常通就是在破解你那个因缘果报的啊。这个交割，那你要能够破解以外，让它起灭起灭来破解，不是压抑式的，不是断灭来灭掉它的，这样你成不了如来啊。如来他用中道观念去看世间相，看宇宙的现象，你从小宇宙看起。啊，然后慢慢扩大范围，
就依每个人修正啊，是从初地菩萨到八地菩萨，那以后才能讲这些了。八地菩萨以后才能十方国土来来去去了。七地以前的菩萨都住就都还没圆满呢，内心还不清净，都还在用功呢，在内心里面呢。但是我们道理知道了，先面对内心一切境界，要不要执着？练到这个七地以后，把八地菩萨就不动了。不管你怎么样，有为法无为法都能够适应，这样你就不动了啊。所以无常通呢，他说不能观见一切众生有形之类，他有生了啊，生就生了；他有灭了啊，灭就灭了，也可以从一劫到百千劫，劫起则起，劫灭则灭。那这比受他什么形啊？是动物形啊，是人形，什么形都好，细归磨灭而不长存。到最后，每一段生死都是有生有灭的啊！我看知道了，知道就好了，也不要说好、哦、是真的呢啊！你看一个事情，看一个影像，看一个念头，也要像这样，这无常通、哦。所谓无常，就是每件事因缘而起，这个法，不管它是多久，最后总会因缘尽，因缘尽就灭了。灭的受生的形状也没有了，那你就了解好，这是无常，那有什么可去说的呢？就不用说了。所以生生灭灭都是众生相啊，这样你心量就越来越大，你自己的业力也能够越来越看得开哦，啊，所以像这种。是菩萨摩诃萨有常通无常通，它的内涵不一样，各个差别。所以你要学习如来的法身清净，你当然要学习无常通菩萨，观一切法一切众生生生灭灭，知道这回事，但不要去执着啊，这个跟有常通的菩萨一样，只是多了一道说我能够客观的去看那个现象，不会说它绝对就是这样啊，生就生灭就灭了，完就完了，再换另一个阶段的果报，而叫生生灭灭，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无常啊，这样你才能够。不排斥任何心中或者你的自性能够感召的一切因缘，不排斥中你才可以锻炼一生的武功，不受它影响，这就是培养你法身清净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你现在要了解啊，无常通有常通，你要选择哪一根站，就决定你未来能不能快速成佛。如果你还执着有常通，那你当然还久得很了，是吧？如果你今生听了《金刚经》《般若经》，你就建立这种中道观念，那你未来成法身清净的如来就会缩短时间了啊！所以这个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好，再来我们再。来，那我来怎么修？已经知道了，是吧？从有足受、无足受开始，那本来就是前面在修的了，啊。然后你慢慢认识如来，他的样子是怎么样？那现在你已经发菩提心了，要修菩萨道，那你要选有常通的菩萨还是无常通的菩萨？对吧？当然要成如来，学习无常通的菩萨，观一切众生缘起缘灭，
都是无常了，世间一切因果都是无常了，这么去训练啊，那我们要学无常通，那无常通要怎么来修呢？有啊，虚空界所生法本不生不灭，我先把法升起跟消失再讲一次，就在前面五六堂课都在讲这个，对吗？虚空性是空的，就跟如来的法身一样的，所以虚空有多大，如来的法身就有多大，是吧？虚空无尽的，所以如来的法身就无尽了，所以它可以随宇宙虚空的世界众生这么去应一切缘。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在这里把它切实的在讲一个中道观的理念，虚空界所生法本不生灭，无来去，但法有缘起，修学者要能善观诸法。你知道缘起啊，住性本空，遇缘则起住性，是吧？起住性，这个缘就是依他因缘要起住性，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住性是依他因缘而起的，所以我们依他因缘起住性，而我们住性啊跟他性这两个性同时都是不可分的，那所以就给他一个共性，是吧？那共性产生才有因缘法的升起。那我们第四个就说我们要修离性，如果不能做到离性，那我就离相，有什么法相我不要执着它，那我的住性让它起。无常通的菩萨他的住性不会说我不要让住性起，我让住性可以应一切缘。那阿罗汉声闻他要离性，就是我住性不依他而起，那我就没有烦恼了，我就能够安住这个心了，是吧？他是以这个守住自己极灭不去应缘为修法的方法。那菩萨不能这样，菩萨是说我能力有多大我就学，我能够让自性啊去相应多少，不能一下子全部开放啊，一下开放你就心里面乱七八糟了，受不了啊。所以有程度的慢慢开放，修绝对空的阶段，我常常用这么譬喻，大家比较听得懂。你脚跟还站不稳，你要修绝对空。我不管你是真的假的，我就把你看成都不真实的，好吧？这样就一了百了，心就暗了，是吧？但是这样会灭你的住性，它不能随因缘这么去化起啊。所以未来你的住性就没有像虚空性一样，众生有需要你就化一个身给他，那没办法啊。你说我只有三脚猫功夫啊，我先求自救，那每个修行都是这样的，不可能说一下子要当大菩萨，大菩萨是从小菩萨来的，那小菩萨从哪里来？小菩萨从声闻缘觉来啊，是吧？啊，声闻缘觉从哪里来？从你过去的人天善根的这些众生来的。没有一个人说一修行就马上可以跳到多高的境界，那不可能的，都是累劫这么磨这么修了，是吧？所以《般若经》里面也讲了，
没有一个菩萨不是从声闻缘觉来的。那你去批评小乘的声闻缘觉，那你不造口业吗？是吧？因为所有的菩萨都是从声闻缘觉来。你不要说我受菩萨戒，你就是真的菩萨呢？你不要有这个想法。真的菩萨你应该有灵通啊，有五通六通啊，一通也没有呢，对吧？所以我们经典读多了，就不要去互相诽谤排斥，是吧？不因为你喜欢大乘你就说小乘不好，因为你大乘过去你有学过小乘的法，所以你今生看一看就懂。经典里面讲，你过去如果声闻缘觉的种性，你现在是菩萨，那你看看啊，阿含经你都懂，那懂是名相懂，过程你没有熟修也不行。所以我们凡夫啊，分段生死，让我们一段一段修。你不要说我今生接触叫做大乘法，那就很高兴，我是大乘菩萨。你过去有修过声闻缘觉，那今生看一看应该懂，也不会去反对排斥。那如果有一生要成佛了，那你还是一样从四圣地啊、十二因缘观、那三十七大品，然后再修正到啊这个开悟住心性、住心现妄想住相，然后再慢慢修初地、二地、三地，每一阶段都要经过，到最后能够悟到如来的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不是这样吗？他不是很认真在打坐吗？那修苦恨也六年了。如果他说我在修大乘法，我马上就成为如来，那他要跟人讲什么话？所以一个如来要度各不同阶层的众生，你都要懂耶。所以你从打坐修行脚痛开始起，你都体会过了。那这个气怎么走，怎么驾驭它，你也懂啊。然后进入心性，心性就离不开这个无常通的概念了啊，就现在要讲的八部的众道观了，你都要磨练了。磨练的好了，你就心清净了。那如果如来他正道可以随众生因缘示现一个法给他去利益众生，那千万亿人想他他的话，千万亿个化身给他，这种功夫就是如来的境界。所以你每一个细节你问他什么，他都要能回答，能告诉你要怎么修。所以这样还有大乘小乘还有显教密教的分别吗？如果你要分别，你就是现在某一部分的学习而已了，你不圆满。如果是无常通菩萨，那也是从前面有常通慢慢经过，然后才进入无常通，不是把它化成啊两边啊，还有无常通有常通这两种，不是啊，不是相同，不是，是因为你先有常通学习到了，你再进入无常通的境界。要告诉你不要再堕在那个有常通的菩萨境界，你现在学习众道观，而金刚经、般若经不是在告诉你这种观念吗？是吧？没有告诉你说这个去灭一切法，让你的佛性让它不起反应，没有告诉你这样，只告诉你要修人人人波罗蜜度到彼岸。那人你还是有诸觉的人呢，对吧？然后用盘尼亚的离相中道的智慧去观世间一切相，观你内心所起的一切相，是吧？那这样你才能够啊成就大乘菩萨法。